三位，没事，你的花名。我要这，我得要一个那啥。行，一点的。我熏衣，你能挡住？你要这，它丝兰。我熏衣，我这是宝贝。老板的，这是宝贝。老板的，宝贝吗？宝贝。那我要这，都好背，不难。这啥呀？一人一个呀。哎，这给我吧，这好长啊。Two Bros 晚相遇 ，Violet， 我这咋读啊 ？Daisy， 这个太简单了。Daisy、这个难、啊。这个难，这给我吧。你紫罗兰吧。我叫 Violet。Daisy。哇，这些词都挺难的。这男的应该跟谁打呀？来吧，选吧。就这样拿吧。行，就这个。这样拿吧。我觉得这个我都不用遮，我就给他们看，我就让你让他们记好。好难记，这什么 ？What is this？ Azalea。Azalea。Azalea。这个太难了。Kenna 就很简单。那你用这个吧，我是 Jasmine 吧，我拿个简单的。我来这 Kenna 吧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加油！各位成员我这样就注意，花名守卫战现在开始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花名守卫战现在开始。各找各的吧，分散可以分散。哎，我们互相有联系方式吗？没有联系方式。没有联系方式，那一会儿怎么集合呢？就是淘汰了就集合了、哦、朋友。哎。哎。哇塞，运气不错。哎。这么多。啊 ，OK OK， 一反。这个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你在这儿趴着干啥呢？赶紧躲起来呀！你看啊，我现在躺的这个是喜临门白骑士床垫，上面有2厘米的加厚乳胶，特别贴合。哎，我趴在这儿，他们肯定看不见我的信息。那人这一坐，这不就跟你弹起来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人家用的是静音独带弹簧，特别平稳抗干扰。他要是能把我弹过去啊，算我输。那人把床垫要翻过来呢？翻过来更好啊，一软一硬，我两边都能睡。行，那你在这趴着吧，我找左儿去。小心点啊！先去捡那个板。我们不要都去，我们去一个好不好？哎呦喂！去一个我最灵活的，我去。好，那我在这等你哦。我看他们写的啥 ，TULIP，TULIP。TULIP，TULIP。哎，好嘞，拿到第一个就这么累了，这个节目怎么录 ？TULIP。您好，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。谁给我挂了？我挂掉了吗？怎么用啊这个手机啊 ？TULIP 郁金香。喂，陈哥。哎、TULIP 郁金香周深。回答正确。哎，这。你厉害点。知道长得高的坏处了吧，坤？周深 off。没看到名字了吗？啊，已经有人淘汰了，申哥 out 了。朋友们，再见。妹妹，哎呀，有人害你。有人害你。卡。太快了。毫无参与感的游戏。没事，在车上不能架着我，我不会跑的。这个游戏真的有开始过吗？HY
好长啊。H Y C I N T H H Y C I N T H。汉楚坤 H Y C I N T H。回答错误啊！我都不用遮，是不是？成员请注意，花名守卫战倒计时20分钟。好好找啊，看清楚一点。我咋一个都还没有进账啊？虽然没有撕名牌，怎么有种撕名牌的感觉呢？我三个了已经。我四个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五楼去看一眼。哎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快快快！没有了，下去吧。在哪儿下楼啊？这儿呢，电梯。好、哦。有人来了！哎呦！Jasmine， 啊，你是 Jasmine？ MI 什么东西？出去啊！啊呜！哦 ，Daisy， 嘿嘿，哦，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他是 Daisy。哦，王鹤棣。王鹤棣，对。哎呀，我是真不想跑啊，跑起来好累啊。王鹤棣，王鹤棣是 Daisy， D A I S Y， 回答正确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Yes， 耶、yeah! ！王鹤棣 out。啊啊！我什么时候被淘汰的？王鹤棣 out。啊啊 ！Daisy， 申哥。我怕你一个人太无聊，我来陪你了。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见到你过。这么快？喂 ，Hello。毛小虫 D A H L I A。回答正确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是不是一个记中文，然后把告诉他然后翻过去？哇塞 ，James 太厉害了！哎呦 ，bug， 我来找你了。你这么快？你有听到是谁那个打的电话？我一全程这样的都不知道怎么被看到了。我估计我就是被詹姆斯看了一眼，就看这个对他来说太 bug 了。我应该也是红队，英文打这么大，红队在那个上边。毛晓彤 D A H H L I A， 好，回答正确。快跑！这里有卡吗？卡片在哪？我觉得大家光顾着淘汰人都没有找卡。baby 姐，baby 来了，
这是什么鬼啊？你这赖皮啊？茉莉花啊？你这赖皮啊？茉莉花？你会拼吗？LAMASLM。杜什么？杜鹃，杜鹃，茉莉花啊！Jasmine，茉莉花 ，Peony 哦，这是 Peony。OK， 靠，一个是茉莉花，一个是杜鹃花。那 baby 的电话 ，baby 是茉莉花 ，Jasmine，Jasmine，Jasmine，I A I J A S， 不是 I 开头的 ，I 开头的 ，I A 什么？靠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Jasmine， 完了，我觉得你要被淘汰。为什么 ？James， 看着你。龙舍尔是 Peony， P E O N Y。回答正确。OK。拜拜。哥保护你。哎。哥保护你，给你。龙祖儿。Sorry， 你看我就知道了，你把那个给我吧，他看到你名字了，你把那个数字给我，数字给我。完了，我也被看见了，完了，老沙，我被看见了。哦，baby， 这个男人左边名字是什么？李晨。李晨是 YUCCA。回答正确。OK， 拜拜。我把手露出来了，然后就被 James 看见了。James 只需要看一眼。这个名字应该就要写成什么拉丁文啊，就大家不知道的文。哪里啊？哇，电话一通通很快。James 不要再打了，交不起话费。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？好吧。没有加减乘除，一个都没有。你们没有一个计算符号？没有一个计算符号。我们这个队要被拆散了，凑不出来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花名守卫战倒计时十分钟。再找一找，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知道晚香玉是什么翻译。我啊那个哥，你放一下我，快，我帮你举着，快。谢谢。白鹿，我啊，白鹿，不是四名牌，朋友们，不是四名牌。这样，白鹿，你给个卡，我就放你走。No， 还你看给的好。什么茉莉花？我看到了。你给个卡，我就放你走。TUP 什么？Two bros， 白鹿 ，IN， 喂，正在通话中 ，IN。喂，白鹿是 Two Bros， T U B E R O S E， OK， 回答正确。
好，谢谢，拜拜。白，no。完了。白，off。哎，完了，我看见我们队长了。你别，你先告诉我你拿了几个牌。俩。啊？你玩这么久就拿俩？我都拿了四个。拿俩。我都拿了四个。放弃谁呢？队长，我虽然被淘汰了，队长，不愧是队长，你就四个，真的是，你找了这么多啊，全是我拿的呀。小童到现在还没有人抱坤坤，哎，他那个很长，我们把最长的一个留给他了，觉得他玩的应该比我们好一些。多找牌，因为他们淘汰我其实很难。花名守卫战倒计时一分钟，打牌够了呀，先找人吧，找人淘汰一个，快！手好麻呀，一直这么背着。坤，而且他是最难的，坤的是最难的。对，他藏的好好，他一直挡。而且我没看过这样的，你没看过这个单词。对，我们应该去拿。杜鹃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个太难了。Hyacinth， H Y A C I N T H。好，给他电话。真的假的？对。杜鹃花，你会拼吗？好。杜鹃花，你会拼吗？好，现在通话中，这么忙。倒计时五、四。你好，坤 ，H Hyacinth， H Y A C I N T A。回答一，太强了吧！游戏结束，请所有成员返回。啊，坤出来了，但他手里牌很多，我觉得应该。H Y A C I N。不错，一个字。这么难你都能？好难。他少背一个字。少背了一个字。哇塞！还有吗？没了。红队太厉害了吧！我你找了这么多啊！来吧，做题吧，朋友。我们好孤独啊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比的是等式的长度，等式越长的队伍排名越靠前。我们输得好可怜啊！我们这么有经，这人生的经历，但是输给树木，有没有不用的？有没有不要的？给两张。有没有不要的？给两张。等我们弄好了，不要的给你们抽，行吗？连者不受嗟来之食，不要的我们也不要。有没有不要的？你这多此一举，你还一减一，你说你减它干啥呀？零乘以任何数都是零啊，二十肯定要，可以把加减乘除都用在这上面，对吧？哎，可以这样吗？还可以再多一点吗？没事，怎么加都是咱们几个了，咱们俩组上去转转盘了，基本上现在是。哎呀，299，再减99，再减零。零，然后乘以任何数都是零，然后 plus ten， 对，你们两队别算了，都已经赢了，你看看我们，太苍白了，玩呢，欺负谁呢？你们在这儿一览无遗，数学的抱负在咱这儿无用武之地，这几个数学天才，你知道吗？受材料所限。
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等式。一减一等于零，它乘以任何数除以任何数都得零，然后最后加二加八等于十。22张卡牌，多少乘零等于零？加上一乘十是十，加99减99减零等于十。23张卡牌，比我们多一个，我就不用解释了吧。3张卡牌，998除以998等于一。71万5133乘以零等于零，一加九减零等于十。18张卡牌，